大家好，我是阿周。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国内啊，很多人晚上很喜欢跳广场舞，到底有多疯狂呢？就带各位到江西萍乡顿达国际购物中心旁边的广场，看看有多疯狂。跟着荧幕我们走下去。首先看到的这边有点像跳交际舞的感觉，国际交际舞、国际国标舞的感觉。好的，把镜头转过来，我看到这边有好几个团体也同时在这边跳，有点夸张，这边比较现代一点，看起来也比较年轻一点。这边的音乐就有点大陆夜店的蹦迪夜店的音乐，那种蹦恰蹦恰，就是像台湾早期的 disco pop 的那种。这边啊有点夸张，总共有五个不同的团队同时在这边跳广场舞，很特别，在台湾几乎看不到。真的很特别，很少看到这么多团队一起在跳广场舞，而且他们换的音乐都不一样，互相不干扰，互相这样很 OK 的。为了证实中国大陆国内很喜欢跳广场舞，我录了这段影片，希望大家有喜欢。这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